Adventures every Sunday at 11:30 a.m. only on Octo. This 个夏天，你将被噩梦吞噬。只有他们能够拯救你。大家好，我是 Jacky， 欢迎来到梦境乐园。七个主要跳舱城市，每个城市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可都用我们的市场调研。哇，你们看这边的图书、玩具、服饰都是通过角色形象、画面风格等信息的收集而开发的呢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动画片今年就要跟大家见面了。2018年，我们的大电影也将会登上大荧幕。不仅如此，梦境守护乐园也将对系列游戏、周边产品、故事书、图书有着相继的开发。未来的30年，我们都希望梦境守护者能够守护在小朋友的身边，陪大家一起成长。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了？